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是我们讲的话是被录起来了呢？我现在就是跟您说明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正在录音中的，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话中文字样的测试应该是要两个字拿掉嘛？哎，是的。对，好，那这样我们会知道，那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中心请一下，解释一下这个的字样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字拿掉？所以你说我们现在的讲话是被录音了，是的，是的，但是它的这个中文却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了解了。那我们会跟那个我们负责的这个单位来做反应。啊，是，所以您是哪一位啊？我是值班站长。啊，您是值班站长。对对。OK。所以你是新生中校新生站的值班站长，对对，谢谢你。那请问你要留下大名、电话、联络方式吗？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啊，我是啊、我。那我，你请你帮我留一下。哎。啊。我是公民记者。是。好奇宝宝。公民记者，公民记者，好奇宝宝、嗯。那请问贵姓大名呢？我姓江，长江的江。对，我是 PEOPLE 的 PEOPO 公共电视台的公民记者，公事的新闻平台，公民新闻平台。公视的公民新闻平台，新闻平台的公民记者，好奇宝宝，我姓江，谢谢。好，